同学们，为了锻炼你们的胆量和灵活性，学校里呢特地为你们安排了这场巷战游戏。这枪啊虽然是假的，也要特别注意安全。男生呢一定要带上女生。陈一之，你负责安排一下。是，于老师。好，同学们，祝你们玩得愉快。娜娜，哎，叶成兄，帮个忙。叶成兄，一定得把我跟张娜娜分一块儿啊。你们俩是玩来了还是泡妞来了？哎，我们现在可是全副武装。就是，不信来试试。哎，怎么样，娜娜？行了。哎呦，哥们儿，你帮个忙吧，我求你了啊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你可千万不要忘。管他们呢。休怪我无情，枪口不要怼人。怎么还不走啊？怎么样，以前玩过吗？走吧。你当我怕你啊？坚决不投降。知道不投降的后果吗？知道。那好，下次一定加倍给你。还不投降？绝不投降。我以为你有多英雄呢。英雄个屁，一半屁股都让你给打花了。那你还不投降？坚决不投降。一个大老爷们让你女孩打成这样。唉，我可是手下留情了。你玩这个怎么这么在行啊？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，我爷爷是军人，我爸爸也是军人出身，
我老爸从小带我玩这种游戏，你说我能不在行吗？那你干嘛不去当兵啊？大学毕业以后再去呗。也是，省得去当个大头兵。